哎，帅哥，过来看一下。毛酱哦，毛酱该毛的呀。你这里面根本没有奖的吧？你自己手机不好，能怪谁哦？哎，来100块钱扫这里。肯定有人能治你。有人。怎么了？那男的搞了个什么抽奖，抽了我10次，1次都没中，肯定是个骗子。你不要乱说哦，这里面是有奖的哦，你自己没抽到的那。哎呦你妈！哦，有奖有奖。哎，亮仔亮仔，过来看一下。老板抽奖送鸡蛋啊？怎么抽的？一等奖10个，二等奖8个，三等奖5个哦。哦，那没抽中嘞。没抽到的话，10块钱就买4个鸡蛋，很好抽的哦。刚刚都有好几个抽了一等奖走了、啊。要不我抽一次？来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还真有奖哦，一等奖哦。怎么可能？我没中一等奖啊。没什么、啊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都收了很容易啦，你看，你还要不抽？这手气当然抽啦，我再抽试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！有，哎，能奖了！现在就是18个鸡蛋了。这个你没有骗我吧？市场那么多人，你看我怎么骗你哦？你再抽一次给我看一下。不抽啦。免得说你鸡蛋全部被我抽走了，要不我们换个方式抽，二选一怎么样？怎么选啊？我准备2张纸，一张有奖，一张没奖。如果你抽到有奖，之前的18个鸡蛋我给你3倍；如果你抽到没奖的，那就之前的给回给我噻。行，一决定胜负，来，你翻我不看，来选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能吃了？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没奖？如果你手上那个是没奖，那我这个就是有奖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打开看啦、啊，打开啊！一群，你又中了，自己拿。谢谢了啊！来，这鸡蛋给你啊，下次不要给骗了。那纸你真给吃了？在这里。那，就知道他用这招。走了。